謝舞蹈學會的同學。接下來第二個表演節目是收工昔日校服巡禮。秋冬走過60年，校服款式曾多次變換，一班對學校充滿歸屬感的同學和梁詠梅老師一起復刻製作歷年來各個款式的校服，邀請訓練有素的同學以服裝表演方式展示復刻版校服的風尚和意義，重現昔日秋公校園的生活面貌。校服是學生翻學的服裝，是學校的標誌之一。校服設計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當時的時尚服飾。在過去60年，秋冬的校服已經即時變身，綻放不同風采。現在就等我們一起回顧過去，一起翻回昔日的秋公。60、70年代的夏季女裝校服是一條薄荷綠色的的確良連身裙，配以綠色 STS 字樣的刺繡，再加上白襪和皮鞋。60、70年代男裝的夏季校服設計以秀有啡色 STS 的白色恤衫，配以杏色的西褲，配上啡色皮鞋，而夏季校服的設計都沿用至今。60、70年代女装的冬季校服以杏色的人字绒作为主要物料，毛领西装外套配以背心裙，再内衬上枣红色的高领恤衫，配枣红色长袜和啡色皮鞋。而男装冬季校服的设计，用枣红色的西装绒褛，内衬白色恤衫，枣红色校呔，配上杏色人字绒西裤和皮鞋。There is only one wish on my heart. When this day is through, I hope that I will find that tomorrow will be just as safe you and me. 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嘅冬季校服设计，无论男装定女装，都以啡色阿巴丁物料取代杏色嘅人字绒物料。女装嘅校褛亦都改用功能性更强嘅枣红色毛领绒褛。80年代末至2000年初的女装冬季校服背心裙，在左胸前加上校徽，改为穿着白色恤衫，佩戴校呔以及穿着白袜。2003年开始，校褛亦由绒褛改为夹棉校褛。Such feelings coming over me. There is wonder in most everything that I see. Not a cloud in the sky, got the sun in my eyes, and I won't be surprised if it's a dream. Everything I want the world to be. 开学以来，体育服的设计分为四种颜色，不同颜色代表着不同的事，以及正上方的 STS 字样。90年代，校徽正下方亦加上校训“博学亲人”，体育服上的旧校徽亦都得到更新。
the wind has learned Monday. 由70年代一直嚟到今日，秋冬嘅每一套校服都有非常独特嘅一面。校服系我哋秋冬人嘅共同回忆，就等我哋着上秋冬校服，一同延续秋冬嘅优良传统。There is only one wish on my heart. When this day is through,